就咁睇，你以为乜都冇？望过嚟呢边先，呢度有得买飞嘅。做乜嘢咧？买飞就系、是、上呢架观光船啦，水中展望船入去。除了看景之外，亦都可以看到个船底，看到好多海底生物。最劲是什么？海胆啊！你看看他们学校旅行都来的，1400 yen 大人，700 yen 小朋友。这里是积单啊，不过我不上船了，我去找嘢食。食鱼啊！上网咧睇到话呢度咧有间叫 Uni 小屋，蓝色小屋就冇咗啦，但系都仲有得食嘅。Hitler 佢唔系好想睬我咁咯。哦，原来自己攞嘅，哇，自助餐咁样噶，原来。我唔理啦，我放落去啦。佢又慢慢烧。我啊，慢慢等啊，影下相先。呢个海景都真系唔错嘅。睇下呢个多。虽然冇海胆，但都有海鲜嘅。可能下次你嚟会有海胆嘅，不过有海鱼，同埋有带子，同埋有蚝。蚝就点呢个汁，鱼就可以点呢个汁。呢、這个佢晒一晒啊，起晒骨嘅鱼，嗯，好味喎、啊，好好味喎、啊，停唔到喎，大约都系500 yen 至800 yen 一只啦，30-40 yen 咁样啦。不过条鱼好平嘅咋，600 yen 嘅咋，有条烧鱼食，跌咗落去都唔晒。如果你嚟積丹冇食海膽，就唔好話俾人聽你嚟過積丹啦，因為積丹真係好多海鮮當食嘅。Uni 當即係海膽當，除咗呢一間之外，仲有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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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間。美國丁呢度又有啦，再北上啲，駛多30分鐘，自己揸車啊，駕駛個駛啊，又係成扎海膽飯你食嘅。不过杜鱼科带得你嚟食嘅，梗系唔同啲啦。对住个海食，感觉新鲜啲啊嘛。咁样对住个海食系巴闭嘅，系架势嘅，系贵嘅，唔平噶。呢个鸳鸯红白海胆饭要成5900 yen 噶，都是一个几惊人的数字。不过再惊人啲都有，最贵啊，系全部都是赤 uni 三赤 uni 档7500 yen， 哇，好金啊！想食平啲都 OK 嘅，咁你咪食翻啲白嘅海胆咯，咁就会平啲啦。2000-3000 yen 都有一碗嘅，仲有一啲烧鱼啊，其他海鲜啊。都可以喺度食到，究竟系人都话嚟积丹一定要食 uni， 个 uni 系咪真系咁正先？真系好鲜艳啊，个颜色好劲抽啊！我唔客气啦，新年嘅感觉啊，上满啊，个口度嗰个海胆味咧好浓郁，同埋我咧个人好衰嘅，我又想食呢啲三文鱼子啦，又想食虾啦，又想食啊其他嘢啦，我唔理啦，我要食啦。好滿足喎！誒點食唔使跟我噶，唔正宗嘅，總之知道好味。你中意點食咪點食咯。哇！呢個前菜好味喎。我揾 Uni 啊，海膽啊 ，Uni Daisuki，Uni Nani。Uni sashimi， Uni Uni， 好似行错路喎。